第一名上潜水的金钟影后林依晨，这一次化身成希腊神话当中的海之女神，也是代表爱维纳斯出席保养品的记者会。除了为保养品代言站台，林依晨也分享自己潜水海底漫步时看到的美丽珊瑚景致。她号召民众要一块爱护海洋，当然保护美丽的珊瑚的同时，也要来保护自己的肌肤。她另外也分享了自己防晒的秘诀，除了勤做保养，最重要的还是避免曝晒，适度使用防晒产品。